我们在杭州旅游的期间，您陌生的账号不要转账。陌生的链接不要点击，非官方的APP呢不要下载，防止上当受骗。现在我们游船已经缓缓启动，这边前方的安全门我们都已关闭，所有客都您请勿擅自打开。 如果说我们想去甲板两侧欣赏风景的游客，那您可以从船尾呢绕到船行，在欣赏风景时，我们请勿将头、手脚伸出船舷外。带小朋友的家长，您都请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在船舱内的奔跑、攀爬，以免发生意外。 我们的游船根据海事，我们的规定的游船上呢配有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分别放置在游船的应急箱内以及呢船尾栏处。游船上方禁止吸烟，本班船为不应时游船。有垃圾的游客，您呢请在下船时，将您手中的垃圾呢扔入岸边的任意垃圾桶内。 文明出行，感谢每一位的配合。那现在我们的游船呢，已经从少年登岸号的出发，我们将目前往到的是湖中三号洲，面积最大、最漂亮的岛屿——三潭音乐，到上面去游览。这边船行过去的时间，我们大约呢15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可以到达。 接下来的时间，很快一下，沿途的一些主要的景点。首先呢，第一个呢，先让看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断桥。那我们来看一下游船的右手边，船舱的右侧，当过去呢，现在您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座单孔的石拱桥，就是断桥。那这边想要在想要拍照的游客，那我们可以赶紧到去甲板两侧的拍照，留念一下。游船的右手边，眼前的单孔石拱桥，那就是断桥。 那这边看完了之后以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断桥呢，它桥并没有断，它呢只是一个欣赏雪景的地方。因为断桥背成面山，它处于呢外湖与里湖的分水点上，视野非常的开阔，是冬天欣赏雪景的绝佳之处。每当瑞雪初晴，桥的阴面呢白雪皑皑，而桥的阳面冰雪融化。这时候您从后边的山 往下看，那就会出现雪残桥段的奇景，因此称之为断桥不断。那相传断桥，它也是起先于白娘子借伞定情的地方。这美丽的爱情故事呢，也为我们的断桥增添了许多的浪漫色彩。那说完了断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在断桥的后方，后边这里有一座山。 这座山呢叫做宝石山，宝石流霞，西湖的新石景之一。它是由火山喷发的硫温岩所形成，所以说白天在太阳的照射下，远远的望过去，泛着亮光，如同宝石一般，因此呢称之为宝石山。那山上边呢，您可以看到有一座尖尖细细的宝塔啊，这一座塔呢是叫做 宝柱塔，它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国王钱弘处封扎进京。它的子民呢，为了保佑他能够平安归来，因此在山上建造了此塔，意思就是保佑钱弘处平安归来的意思。它的塔高45.3米，这是一个实心的塔体啊，是不可以上去观光游览。 那说完了这个宝石山和宝柱塔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游船的右手边望过去，又出现了一座单孔的石拱桥。这一座桥它是叫做景带桥。景带桥它无论是建造的年代、长度、跨度所用的材料，
都是和刚才我们看见过的断桥呢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像这样的桥呢，在杭州城里边我们有许许多多，只是因为每一座桥上呢它所发生的故事不同，那每座桥的名字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两座的单孔石拱桥所连接起右手边的这整一条长堤，这条堤就是西湖三大堤之一的白堤。白堤的原名白沙堤，全长一公里，是为了纪念唐代诗人白居易而命名。白堤呢，它起于断桥或锦带桥，止于平湖秋月。那春天是白堤赏景的最佳季节，最爱湖东，行不足，两英里白沙堤。我们讲的就是这条长堤，堤上桃柳成形，芳草如茵，犹如呢画中游。那上完断桥和白堤以后，慢慢的由穿行池到了这边，我们到了湖中央。那你来看一下前方，湖边上呢一共有三座岛屿啊，这三座小岛呢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首先您望过去可以看到右前方呢有并列的两座小岛，两座小岛中呢靠近我们游船近一点的那一座是叫做湖心亭岛。如果说您把整个西湖比喻成一个圆，它顾名思义就是湖的圆心所在，等于同仁亭、醉翁亭、爱晚亭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亭，也是我们钱塘十八景之一的湖心亭眺所在地。那在湖心亭岛的不远处，在它的后边呢还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岛，那一座岛呢是叫做阮公墩，这是西湖三岛中面积的最小的一座岛屿。湖心亭岛和阮公墩岛自2011年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以后，这边两座小岛就作为了生态岛屿而被保护了起来，所以说这边两座岛现在是不对游客开放。那我们各位游客，您此行的目的地大家将要前往去游览的是船头正前方，但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那座小岛叫做三潭银月。三潭银月呢它又名的小银洲，小银洲啊它都是取自佛语，意思是海上仙山的意思。这整一座岛的面积为7公顷，它东西呢是以土地相连，南北是以曲桥相通。如果说到您从上空俯瞰下来，它们就成一个汉字的田字形，特色就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特色。小岛上边呢有60%的都是水面面积。那这个岛的精华部分，它是在岛的南边，我们水面上所矗立着的那三座石塔。8月15那天，在那里呢，我们真假虚实，一共可以看到33个月亮，是看到月亮最多的地方。各位游客，您在上岛以后，那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说在您的手中有这个人民币啊，1元钱的纸币，我们有的游客，您可以先拿出来看一下，就是那个绿颜色，绿色的1块钱，那后边的景色就是杭州西湖的三潭银月。好了，那这边景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前方的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游船就会停靠到这个三潭银月岛了。那这边接下来把整一个游览的路线、整一个游程做一个介绍，各位游客您请仔细的听好。这边前方的游船停靠到三潭银月岛以后，我们这边船上的所有游客您都是需要下船去岛上边游玩。那岛上游玩的时间呢是不受限制的，您在岛上边玩半个小时也行，玩2个小时也可以，这个时间都由您自己控制。那您在游览完成以后，拿着刚才所购买的这张船票，岛上的任何游船都是可以免费乘坐，再次坐船不需要花钱买票，那只要出示刚才的船票呢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呢，在您手上的这张船票，我们的一共是坐2次游船上一座小岛，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坐船进到这个岛上，第二次您从岛上坐船出来到了岸边以后，游程就结束。
两次游船做完手中的船票呢就作废了。那你两次做完以后啊，记好了，自己一定是在岸边了啊。到了岸边以后，接下来你想要去到其他的景点，那我们自己步行、坐公交、坐地铁都是可以到达的，是不需要再坐游船。 那我们到了方便游客，您在离开这个小岛的时候呢，岛上边有设置了5个出口给您选择。您根据自己的需要，从5个出口里边选择任意的一个。也就是说，您可以选择回到原地，也可以选择去到其他的方向，都是可以的。在我们下船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通道啊。如果说您要回到原地，回到少年宫的游客，那我们完好以后，就在这个通道里边排队等就可以了。那您如果说要去到其他的方向，那边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都有码头啊，都可以坐。您根据指示牌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在每一个通道里边排队等候呢，就可以了。 那游船呢？我们一般都是间隔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有一班船，我们只要在通道里边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好了，那这边前方有船靠岸，东西都带好，上船游船时我们注意脚下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随身物品都检查一下啊，东西千万不要遗留在游船上。那这边靠岸以后，我们再慢慢的起身上船，不要着急。 好嘞，来注意脚下边，脚下都请看好，快一步走啊！船头有一个重心，刚才的时候不能往前跳。这司机是个玩主，一手串，他一手串，他不是瘦的，他那个玩主。 这就是什么少年宫转向方向吗？要是回去了，看一下路，上这儿来坐。可以上别的地方去，可以5个地方。我找不嘛。
你站不上去，我能站。你得了吧。这晃的呀，这个还行。你看这都晃的。哎，你喝茶。妈妈，我看见一个心情。车停在哪里？再给碰一下一个不晃的。妈妈。来，可乐叫老外公叫一个不晃的，过来。
Thank you.
你好，给你回来，小孩。小孩在，该在看的老母。我看你懂，该在山里哇。你真的两个人哇？小孩在，给你问的。嗯，那是啊，看你。哎，你看啊。有人在那吃。对呀。你的特别。手机拿老啊。拿双击那个。 逆光，这边糟了，是吧？还两张，然后给它劈到一起。哎，对，哎，对。前面。哎，麻雀还会吃面包。。麻雀不怕人，你看，这经常被。 你把房子给我吧。我是传声看的。嗯。我那景的镜子都拍完了。
杆桥走壁了，走别梯，别梯走了上面，你才上了山，这个上这个马桶，是吧？上了马了都。走别梯，那边走了，走壁了，走十梯上来才上这个道，上道你这边下，到花岗关一下，下了村才出那边走，一路才能。 花个关系，离到了，关系不走。哎，往前走，那往后退，往前走而已。我赶快一回，转转转转转转，往这边走。 还没来了，下船就是那啥嘛，就陆地了，陆地了。
空调没亮到这儿干，是吧？那我刚来，我来这里，他给我的。没问他是坐这不啊？站到这儿。站到这里，站到这儿。算了，坐，不找。
你到那块儿，你能看出啥来？
你开车是吧？哎，我走出去了，马上就到公交车站了，你开过来好了，就不过马路那个。 我们俩，长沙人知道。你这样吧，来，老板娘，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我从来都不解决的。你这样吧，你把你那个视频哈或者图片你发我两张，让我看一下。 然后你再换。我这是没有气。你插水，我也插水，插水我也要的呀。插水要的。妈，你就来一个。啊，我这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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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康熙。